最新函释，调频司司长黄伟琛说明，依据性别工作平等法，受雇者在他的配偶分娩时，雇主应给予五天陪产假，请假期间薪资照给，且随着大环境变化，陪伴方式多元，即使受雇者没有领薪，还是可以请假。黄伟琛说。电视陪伴的方式也很多，方式也有视讯啊，一通手机可以收纳在里面，然后这种情况下，大多数的法规委员认为说，还是要陪产假，当然他要去一千、两千、三千都可以，但三千就不行。